说话又来了，我来还准备走了。哇，为什么？咋那么夸张呢？看来这个鹅是不能惹的，惹一下它会记仇的。都跟你说你不能说话，你一说话它又来了。脚趾头，脚趾头。鹅的战斗力哪有这么强啊？我在想，他如果要是真的被他抓到你，他会怎么咬你？好惨！你看，他直接听到你说话就来了，你不说话就算了。你再说一句的。鸭子。嗯。你去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，太像夸张了，把爪子拿上去了。哎呀，爬上去了没有？把爪子叼起来，一只爪子先上去，再长大一点就可以一爬就上去了。